ground shake. Hello， 江江，今天呢扮演这个小智，然后我身边还有路卡利欧跟月亮伊布。来这个洛圣都呢，有一个神秘的暗杀事件，我们现在来前往这个教堂来。那这个教堂的门口呢，就已经有一堆警察在这附近的，然后还有记者在外面拍照，然后这边还有这个记者在报道新闻。在前面再继续看一下啊，这边有好多警察守在这边，然后好多围观的民众，这边还有消防车。等一下，这边在拍什么？他们好像在收证的样子啊。今天月亮伊布是我的宠物啊，跟在我后面。OK， 我们现在看一下怎么进去啊？这里可以进去吗？这两个警察在打混的样子，抽烟在聊天。我觉得在前面应该是有小路可以过去吧。啊，这里，让开一下啊。这个牧师被警察访问。等一下，这边在烧什么？就是烧啊，证据被湮灭了，然后他们在收证。那个小包包是什么？看一下啊，这个人。你看这个人为什么身上血迹斑斑的？这边好多警察啊！不好意思，让我过一句。哎呦，这具尸体上面有什么？哎，我不是故意要举枪的，不要打我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不是故意要造成骚动的啊，我只是来看一下这里。我这边好多跑车啊！先上去看一下啊！哎，这围起来了，看一下这里有什么？等一下，那什么东西？紫色小精灵，那个不是什么宝可梦的吗？等一下，这边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这边好像有做什么仪式的样子。等一下，那个什么字啊 ？HEI 吗？是他想透露什么？还是他其实是一个仪式的召唤？这嘴到底在拍什么？上去看一下。他该不会是这个事件的隐藏人物吧？还是这件事情是他做的？先询问一下这边的守卫一下。哎，不要走！我举枪一下，都吓跑了。等一下，警察也过来了。我先把警察请到。我是故意的。开打！等一下，旁边好像还有丧尸哎。啊，就是我先把这警察清掉了。这把枪声引来了更多的丧尸和警察，警察都是用手在那边互打的。我开了你，杜卡利又被踹倒了。
还是加小鹿好了。小鹿还好吗？小鹿，旁边有警察，丧尸也过来了。小鹿，小鹿被打了，来帮忙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的月亮伊布嘞，他居然跑走了。然后满地的尸体，然后满满的僵尸都走过来了。快，小鹿，后面有那个僵尸。走开啊。让我过去，让我过去。快，小鹿，跟我走。哇，这边的警察被我清掉了。啊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让开，让开！哦，过来，过来！先把他们都杀死了。走开！走开呀！快，小鹿，我们去拯救这洛森多的市民。那边老神在慢走。快快快，出发出发！这边不太好走，让开啊你！哦，好多人！撞一下。这边有五个幸存者，我们来召集他们一下。可是我的警车住不下了，我们可能要找附近的，看可以找什么营地啊，生存下来。OK， 那你们就跟着我走吧。前面有一堆丧尸啊，我们先把它清理掉。没有红色狼烟啊，我觉得是空投物资的地方啊。我们大家沿路过去收集一些资源啊，枪、军备之类的东西。先把丧尸清掉。我的丧尸好可怕啊！顺便捡一下东西。枪啊！哦，到头了，它怎么会变？哇，散弹枪很强啊，打一发几乎就挂了、啊。快快快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我们从这个边边下去好了。边边下去可以直接到达这个空投物资的地方。等一下，好像还有敌人靠近我们了。前方还有红色小车车。奇怪，刚才不是有看到狼烟吗？不见了吗？哦，算了，我们去加油站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的。希望它有开啊。有没有丧尸啊？哎，不用管他们了，走走走，跟我走。保护你们一下。
好像这个加油站可能被锁起来了，进不去了。好，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空投物资的地方，有四个人在守在这边了，已经清掉了。我前进，我前进。哇，打人了，但是他没有挂。快掩护我，掩护啊！另外一个伙伴死了，哇，他被鞭尸，可恶啊！快，小鹿，掩护我，我冲过去了。哦哦哦！我遭到射击了，小鹿，帮忙一下，我先过来这边一下，捡到一把狙击枪，从后面偷袭他一下，他被安军挂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小鹿，我们找个便利商店来盖一下营地，我们今天可能要在营地这边过夜。前面好像有便利商店的样子。7-Eleven， 来进去躲一下雨啊，顺便抢一下东西，应该不算抢，拿一下东西。外面围墙，看看还可以做什么。这个围墙，不，这算是门吧？啊，放在门口，这样子可以减少丧尸的入侵。让开，对，放在这边，然后一个正面，呈现一个 L 型的状况。OK， 好。啊，没有东西可以做了，那我们先进去啊。你们先打一下丧尸。别忘了给小智一个按赞吧，然后喜欢的话记得分享出去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